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叫做太极珍珠芋圆。这道菜呢，是我们2008年代表我们中国去美国联合国中心制作的一道菜。这道菜呢，是在我们杭州传统的清汤芋圆的做法上进行了改良，把芋圆做成了珍珠大小，然后再融入鸡汤和野菜、高汤和南瓜一起制作，是一道老少皆宜的菜品，而且非常养生。这道菜呢，在制作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进行了制作上的改良，运用这种几酱糊来制作出大小一样的珍珠大小的芋圆。清鸡汤来做，清鸡汤烧这个荠菜、野菜和芋圆烧成羹，一边是清汤的。还有一边呢，用南瓜来调色，用高汤来做。用模具做成太极状。